好，上一次课我们讲到了失业，失业里面的话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就业的、失业的，那么成年人口，那么第一个就是失业率，就是失业人数占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比率，那么劳动力参与率就是劳动力除以成年人口。然后失业，所谓失业指的是连续4周找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称之为失业。好，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那么失业里面，前面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叫摩擦性失业，第二个叫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说，一个人要找到适合他的品位、适合他技能的工作，需要花时间。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失业，他处于失业，这种失业称之为摩擦性失业。第二类结构性失业指的是说，在有些行业是供过于求，就供给超过需求，就劳动力的供给超过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么这个所产生的劳动力的过剩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那么反过来，在另外一些行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可能是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而在另外的行业是供不应求，就是说劳动力的需求要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那么这一类，往往是在中低技能的劳动力往往是供过于求，而中高技能的劳动力往往是供不应求。那么这种失业，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在中国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那么主要表现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咱们的纺织行业大量的职工下岗。那么纺织行业大量的职工下岗，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讲的失业。这类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好。今天我们讲这个寻找工作。那么寻找工作，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到，既然讲了这个摩擦性失业，讲到了结构性失业，那么经济体为什么总是会有一些失业的原因是说要找工作，那么这个就属于结构摩擦性失业。好，那么寻找工作指的是劳动者在给定他的品位和技能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这么一个过程 （process），这么一个过程。好，找工作当然是可能这个过程需要短，那么一两个月、3、4个月、5、6个月；那么长可能需要一两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好，那么这个是找工作。那么这个找工作可能是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需要花时间，就是说，具备这个一定资格的劳动者要找到适合他的工作岗位，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这么一个事实。好，我们都知道，在交易成本越高的情况下，那么找到工作的这个难易程度就越难。那么什么叫交易成本？当然，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情况和你的这个对我的了解的情况，就是供给方所掌握的信息和需求方所掌握的信息不配套。如果供给方所供给的信息很快被需求方所掌握，那么这一类我把它视为是交易成本比较低。那么反过来，供给方所供给的信息，需求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掌握，那么这个交易成本就比较高。好。如果交易成本比较低，那么找工作这个过程就比较短。反过来，如果交易成本很高，那么找工作这个过程就会很长。现在我们找工作，很多同学都愿意，比方说在网上有一个就业人才就业网啊，把自己的信息可以在网上发布，那么对你有意向的企业可以来跟你联系。那么这样的话，这所需花的时间要大大的短于你具体到一个一个企业去应试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好，
那么这一类失业不同于其他的失业，那么这一类失业也就是我们讲的结构性失业，它不是由高于均衡工资的工资率所引起来的，而是由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花时间所引起来的。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在任何一个经济体里面都存在这种结构性失业，原因是因为经济体总是在发生变化，总是在发生变化。好，那么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这种需求的这种组成的变动，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部门的这个迁移，啊，部门的这个迁移。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要找到在新的这个部门找到这一级工作适合他的工作，那当然可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比方说我前面讲的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的纺织行业的劳动力下岗，也就是失业了。好，那么这些劳动力要转型，转型就是他要转到其他的产业，就是非纺织行业，那么这个他就需要经过培训。当然这种培训有两种，有一种政府部门给你组织的培训，好，另外一种就自己对自己进行培训，好，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可能会需要花时间。好，那么有的如果说适应的快，花的时间就短，如果说适应的慢，花的时间就会很长。好，对于摩擦性失业，要让这种摩擦性失业，或者说让这种搜寻工作的过程变得比较短，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从中介入。好，那么政府的计划它能够影响这个失业的劳动者找到新的工作岗位的时间。那么这些计划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叫政府管理的就业机构；第二，公共培训计划；第三，失业保险。好，那么我们逐一来展开说明。第一，政府管理的就业机构，它政府管理的就业机构就要发布一些关于工作空缺的一些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劳动者更快地找到其工作，因为劳动者就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那么到现在来说可以上他的相关的这个网站，就可以来了解这些信息，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情况与这个信息相对照，是否合适，如果说合适，他就可以很快地与相关的这个部门、相关的这个工作单位联系。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站都可以为同学们这个提供这种就业的这个信息。好，那么还有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高校啊，咱们的高校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叫什么呢？叫就业指导中心啊，或者是就业咨询中心。好，那么他会联系很多单位，比方说在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从一年的11月份开始到来年的3、4月份这一段时间，会与相关的这个单位联系，那么相关的单位也会与高校联系，那么这样的话会组织若干场这个人才招聘会，那么相关的这个毕业生，包括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以及本校的或非本校的，都可以来参加。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大家自己去到单位去找，具体的某一个单位去找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公共培训计划。那么公共培训计划的目的在于，让劳动力的这一个迁移，就是从我们讲的这个夕阳产业，或者说从这个日渐走下坡路的产业，向这个日渐走上坡路的产业，或者从这个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的这个转移，
变得更为容易，同时有助于这个不利群体处于去摆脱贫困。那么这种公共培训计划，比方说我们最早的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纺织企业大量的失业所制定的下岗再就业计划。那么下岗再就业计划实际上就是对下岗职工进行适当的培训，那么培训让他能够在其他的一个新的工作岗位能够胜任。比方说在食品饮料行业啊，他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劳动力，那么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这个技能要求也不是很高。好，那么这样的话正相关的这种培训就对这些劳动力进行培训，然后让他把它输送到这个什么食品饮料行业。好，那么还有什么电子装配行业啊等等，那么这些所需要经过的培训时间都不会很长。好，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现在地区或者各个县各个市现在都组织叫培训计划。这种培训计划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好，那么农村的劳动力对于务农来说它属于熟练劳动力，但是到城市里面来找新的工作，那么这个可能属于非熟练劳动力。那么要如何让它从农业顺利的转移到非农业，那么这个可能就需要培训。那么这种培训政府部门可以比方说与某一个地区，比方说河南与广州的东莞联系，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河南省就可以对相关的县市就可以对他的这个要输出的劳动力进行相关的这个培训。好，那么培训完了，那就把它输出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那么这样的话他找到工作的这个机会就会很多。比方说咱们的四川省专门有一个县，这个县专门生产什么呢，就专门向北京向上海输出这个家政服务，就是帮你们家这个料理家务，这个照看小孩进行这相关的培训。那么这种培训那么到比较中高一点的话，比方说他有一定的这个受一定的教育，比方说至少是有一个高中教育水平。好，然后再接受这个相关的培训，同时能够拿到国家所认证的比方说这个相关的资质啊，那么这样的话他到这个大城市找到工作的这个机会就多很多。与此同时那么他所取得的薪酬也比较高。好，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公共培训计划。那么公共培训计划里面现在比方说现在对于这个我们国家来说，现在一个家庭都只让生一个小孩，所以现在对小孩身上的这个培养大家都舍得花钱。好，那么从小孩一出生开始就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请这么一个家政，这个家政你就可以了解他是否是取得了相关的资质，比方说幼儿这个培训，幼儿这种这个带小孩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如果他是初级是中级还是高级，如果说他在带幼儿方面他的能够取得的这个资质他是到了高级，好，那么相对来说你付给他的薪酬也会很高，如果是初级那么当然相对你付给他的这个薪酬也会比较低一点。好，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需要经过相关的这个培训，那么这种培训可以由政府部门来进行，当然也可以由自己个人根据个人的意愿来进行。第三类就是讲的失业保险。那么失业保险就是政府对处于失业的劳动者的对于他们的收入提供部分的保障的这样一种计划。好，那么失业保险为劳动者提供的由于这个失业所带来的这个损失，那么这种损失政府可以给你部分的补偿。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失业了以后
那么在有限期内，注意这个是有限时间内，在一定的时间内啊，对你以前所取得的工资收入进行部分的这个支付。好，那么这一类当然跟你什么有关？第一，跟你以前所工作所取得的薪水是有关系；第二，跟时间有关。那么给你提供这种失业保险，并不是无限期的，它是有限期。那么有限期通常，比方说我提供6个月，那么让你在6个月内要找到工作。那么相对来说，政府部门会跟你联系一些工作单位，让你去面试。啊，如果说你拒绝的话，或者说你去面试屡试都不成功，那么可能会，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采取不同的这个措施。那么，当失业保险一般来说，失业保险会减少，或者说会降低失业给这个失业者所带来的这个困难，但与此同时，它可能也增加了这个失业的这个数量。好，原因是因为失业保险它可能减少了这个失业者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啊，哎，因为有失业保险呢，他就不太愿意去找工作。那么第二类。那么，失业保险可能会改善这个劳动者找到合适他的这个工作岗位的这种机会，因为他可以不那么着急，不一定在1个星期内，哎，可以在1个月内，甚至说在半年内或者在1年内，哎，去找到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劳动者找到合适的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啊，劳动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这种研究发现，这个失业保险啊，他们就要看什么东西呢？他要了解失业保险这种激励效果怎么样。其中有一个研究，比方说1985年伊利诺伊州做了一个研究，哎，这个研究表明，失业保险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会影响失业者去努力找工作的这种努力程度。那么这种失业保险制度的这个改变，也就是说是从给你提供永久的失业，还是提供有限的失业？而这种有限的失业的时间非常短，比方说我最多给你提供半年的失业的这个失业金啊。那么就要求你在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去找工作。好，那么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对比两个组，有一个给你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说半年内如果找不到工作，对不起，如果半年内你找到工作，我可以给你再加20%的这个薪水。如果说，对于另外一组来说，那就不讲这个事情，说你半年内你要去找工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半年内要找到工作，否则你找不到工作，给没有这个失业保险；你找到工作，我另外还给你20%的这个加薪。那么在这样一种激励制度下，哎，那么这一组找到工作的这个几率要大于另外那一组没有跟他提供这种信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参照组，啊，高多少呢？高8%。好。那么这也就说明啊，对这个失业保险制度的这个设计，你不同的这种设计，那么可能会影响失业者的努力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其他的一些研究也都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失业保险金不是长期的啊，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是一直不变的，通常会持续啊，失业保险金通常在什么时候？6个月或者1年以后就失效的，这种情况，它往往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激励作用，往往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那么激发这个失业者去努力找到工作。这是我们讲的，摩擦性失业。那么还有就是结构性失业。那么，当劳动力的供给量超过劳动力的需求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结构性失业。那么，结构性失业通常被认为是
对长期失业的一种解释。那么较长期的失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较长期的失业呢？原因是因为这一个劳动者在这一个行业里面，他是熟练劳动力，而这个行业已经处于夕阳行业，或者说已经处于衰败行业。好，那他不得不去朝阳行业或者处于这个新兴产业去找工作。那么他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产业找工作，那么当然来说，他的技能就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好，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性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也好，结构性失业这个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东西呢？是分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这个封建社会，到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好，那么这个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分工现在是越来越细化。当一个人在一个这个部门，或者说在一个产业工作很久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在这一块分工上，他可能是熟练劳动，但另外的其他的分工，他可能是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那他是可能不会胜任其他的这个分工。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化，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当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不再这个为大家需求，不再成为旺盛的需求的时候，那么这个职业就必须要发生转换。这种转换就是，也就是从这样一个分工转到另外一个分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年龄越大需要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当然就越短。好，一般来说，30岁以前，那么欧美他们有研究说，哦，30岁以前职业转换会比较频繁。啊，35岁以前，但是35岁以后，职业转换就基本上不怎么频繁，或者说非常慢了。原因是35岁以前，那么有的这个毕业生不太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职业，那么他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在这个部门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又跳到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好，当他找到合适他的这个品位和合适他技能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以后，这个时候他就会相对稳定下来。好，那么也就是说35岁以后，你的职业就慢慢慢慢会趋向于稳定。好，那么这样的话，假设他是50岁下岗，或者说55岁失业，你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去找到新的工作的这个几率是大还是小？当然是小。一，可能因为他年龄的原因；第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职业的原因，因为他的职业转换，让他再去接受新的职业转换，这个他的这个接收能力，平均而言，他要低于这个年轻人对于新职业的这个接受能力。好，这是结构性失业所可能引发的一个问题，一是长期性，第二，它的背后的这个潜台词或者说暗含的，实际上是因为分工所带来的，分工所带来的。好，为什么会有结构性失业？那么还有其他的几种解释。那么一，最低工资法；第二，工会；第三，有效率的工资。啊，就是我们讲的效率工资。好，最低工资法，美国在这个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后，那么后来美国国会就宣称要对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绩效负责，其中在1948年就出台了这个就业法案。那么就业法案出台以后，那么就是说对劳动力的就业就提供了一个保障。那么后来也就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最低工资法。比方说，美国现在执行的最低工资法是在这个克林顿时代把它那个最低工资提到了每小时不得低于5.15美金。好，那么这个就是劳动力的一个最低工资的标准。
当然，这个最低工资对于不同的职业来说，它会不一样。比方说，对于中高技能的这些工资来说，这个最低工资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因为最低工资远远的低于支付给这个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当然，反过来，对于中低技能的劳动力来说，这个最低工资可能就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种约束性就表现在，这种最低工资可能设定在这个供给和需求这个时候相均衡的这个均衡工资水平以上。好，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在供给和需求所确定的均衡工资以上的话，那么就会带来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那么劳动力的剩余，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视为失业。这种失业就是由最低工资法所带来的。好，从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比较简单，当供给和需求的交点，供给和需求的交点，哎，恰好决定了这个均衡工资 W1， 那么均衡量就是劳动力的需求量 L1。 好，如果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法，好，那么这个时候的最低工资由于高于均衡工资，那么有一部分原来不想工作的劳动者，这个时候看到工资高，哎，他想去工作了。好，那么这个时候供给就大于需求，而反过来，对于需求方来说，工资高了，他原来在工资低的情况下愿意雇佣劳动力干活，现在工资高了，他就减少对劳动力雇佣。那么这样呢，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中间的这个缺口。好。LD 和 LS 中间的这个缺口就是劳动力的剩余，或者就叫失业。好，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由最低工资法所带来的，最低工资法所带来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咱们大陆出台最低工资法是在2007年，咱们的劳动法明确规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么最低工资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小时的，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比方说不得低于7.5元，不得低于8元。好，每小时最低工资不得低于8元。好，每个月的最低工资，也规定了每个月的最低工资，比方说不得低于800元。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国家才2007年出台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在2007年出台这个最低工资法这个标准以后，那么比方说按小时支付的话，每小时不得低于8元。好，那么你去算，好，对于有些行业，好，比方说我们讲的家政服务，如果说你原来支付6元，对不起，现在就不能6元，现在必须最低必须支付给他8元。好，那么一个小时如果是8元，两个小时就是2816，那么4个小时就是1乘，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样的话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比方说在沿海一带，由于这个咱们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在到2008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很快，那么升值速度很快，从事纺织出口的这些企业啊，纺织类的出口企业，那么他们的这个毛利润由于是在15%，那么由于汇率的这个升值就抵消掉了他的这个毛利润，那么又加上2007年这个最低工资法的出台，也就是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又必须要上升，那么这是两相结合，在他的技术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那么这些这个纺织行业的企业就面临困境，就面临困境。好，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纺织的行业的这个劳动力，啊，那么这些劳动力大多数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去打工的这一部分劳动力，哎，的这个返乡，那就是我们讲的在2008年的时候，哎，报刊媒体在讲说返乡潮嘛，有比方说有某一列火车，我们那一次这个。我有一个老师正好从武汉回这个贵州，好，
他由于没有，他想，他先到了这个湖南，然后开会，开会完了以后，然后再回去，回去恰好坐了那一列火车，坐了那列火车，那列火车恰好就是从这个广州返回贵州的这个农民工专列，专门就是返乡的。好，那么这一种情况，当然就包括了由于最低工资法的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讲主要就是外汇的汇率的波动的原因。那么还有这个外汇汇率波动，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07年以来，也包括到现在仍然还在持续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第二类就是工会的作用。那么工会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与雇主就工资、就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劳动者的一个协会，或者说工人的一个协会。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这个工会处于顶峰的时候。美国有1/3的劳动力都加入工会了。好，那么这个工会实际上就是一种卡特尔，它意在发挥其市场的这个垄断力。好，那么这种垄断力，这种是卖方垄断还是买方垄断？对于劳动力来说，它是买方垄断，对吧？你把你的劳动力，你要加入卡特尔。否则你的工资会很低。加入卡塔尔以后，加入这个工会以后，你的工资会比较高，再高1/3。好，那当然大家愿意加入工会啊。好，那么对于雇主来说，那么这个工会也就是卖方垄断啊。你因为劳动力大多数只能从这里能够寻找，在其他的领域找不到。好。工会和厂商就业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过程，称之为集体讨价还价啊，集体的讨价还价。如果讨价还价不成功，工会和企业无法达成一个协议，哎，这个时候工会就可能会组织罢工。在去年这个法国。这个就组织了罢工，那么英国就组织了罢工，那么这个比方说航空业的罢工，最典型的就是航空业的罢工，飞机停飞，那么飞机停飞，飞机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是最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那么飞机停飞的话，那么就会给大家造成非常大的不方便。好，那么还有的国家是。火车，比方说火车工人，觉得他们的待遇太低，他们要求，提出这个提高薪水啦，改善福利啦，如果不答应，他们也要罢工。那么这个是罢工。那么，罢工往往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境况变好。但是对于其他劳动者，可能情况会变糟糕。这我讲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个涉及到这个领域，比方我们讲的航空领域航空飞行员，这个空中服务员比方说空姐，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空姐，他们罢工，那么罢工他们是要求加薪水或者说要改善这个他们的生活条件。那么，对于乘飞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罢工期间，那么这个罢工可能持续的时间蛮长，那么也有可能比较短，那就看他达成了协议的情况。如果达成协议了罢工时间短；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对不起，这个罢工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好，在加入这个工会的这个劳动者，也就是我们讲的局内人，可能。会从这个集体讨价还价中获得利益。反过来，对于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也就是我们讲的局外人，可能时候就不得不承担一部分成本。那么这种成本
也就是我们讲的，哎，那么局内人就是我们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薪水，往往要高于没有加入这个工会的劳动者的薪水。那么美国他们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加入工会的劳动者比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薪水要多多少呢？10%到20%。10%到20%，这个数据当然也就不低了，这就不低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有理由相信，那么劳动者出于自利的角度考虑，或者说出于这个理性的考虑，啊，当然他愿意加入工会啊。对于工会的这个批评的观点，会认为说，哦，工会会使得这个劳动力的这个配置是非效率的，而且是不公平的。好，因为他制定的工资高于均衡工资，这个就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引发了这个失业。啊，这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有一些劳动者可能获益，这种获益是以其建立在其他劳动者遭受损失的这个基础上的，或者说是以其他劳动者付出代价的基础上而获得的这个收益。那么工会的这个支持者却认为说，哦，工会是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它可以使发挥这个垄断力，让厂商可以雇佣这个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力。他们会声称，哦，工会对于帮助企业那么有效的应对劳动者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说，哎，你关心劳动者的这个疾苦，那么这是工会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理论上来说会是这样说，哦，要工会要比方说他能够切实的关心劳动者的这个所关心的，比方说我们叫民生无小事啊，那么这样的话，民生也就是老百姓他的柴米油盐每天日常所关心的一些事情，那么你这个工会是否对他进行了关心？而如果说切实哎关心呢，同时他们这些人也得到了改善了，好，那么当然他们会愿意加入工会，否则可能大家就不愿意加入这个工会了，因为加入这个工会和不加入这个工会没有什么差别。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效率工资。那么前面讲了啊，那么第一是最低工资法可能会引发的失业，第二个是工会可能会引发失业，第三有效率的工资或者效率工资。那么效率，什么叫效率工资？效率工资指的是为了增加或者为了提高劳动者的这个生产率，厂商支付的高于均衡工资的工资。好，那么这个效率工资理论认为，那么如果这个工资高于均衡工资，那么这个厂商经营会更加有效率。因此呢，对于厂商来说，他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工资，就是有利可图，是有利可图。即使是在这个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保持一个较高的工资，对于厂商来说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好，这是关于效率工资的这个基本理论。那么，效率工资的理论为什么会存在？啊，那么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那么对于一个厂商来说，他可能比较喜欢一个高于均衡工资的工资，是因为有如下的这些理由：第一，劳动者可能更加健康，为了劳动者的健康；
那么得到这个较多薪水的劳动者，他的饮食会比较好，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生产性会比较高，或者他更具有生产力。好，这种情况在人们营养不良或者说在低收入国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哎，劳动力的健康状况，那么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表现在他能不能持久的工作，第二表现在他工作年龄有多长。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身边的这个劳动者60岁退休，但是从他真正工作的体力来说，他可以工作到70岁。好，那么在咱们的这个历史往前推，比方说往前推50年，哎，你让他50岁退休，60岁啊，你让他60岁退休，实际上他到没到60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已经体力不支了。哎，这个是营养，这个是营养的问题。对于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比较贫穷的这个低收入国家，如果支付给他的较高的工资，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去买更多的食物，那么也就是他可以吃饱，至少他可以吃饱。好，那么吃饱了嘛，那当然也就意味着他有精力了，有体力来干活了。这是劳动者的健康。第二，劳动者的流转率啊，就是说的流动性呢，支付较高工资的劳动者就不愿意，不太愿意去找另外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如果高工作，那么相对来说能够留得住人才，反过来低工资啊就留不住人才。好，高工资留得住人才在中国现在是非常典型。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就是典型的工作流转。咱们的孔雀东南飞，西部毕业的学生、中部毕业的学生都向东部涌，原因是东部支付的这个劳动力的工资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那么当你工作时间超过10年以后，你再比较，如果你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选择在西部，有的同学选择在东部，那么10年以后一比较，工资相差一般平均相差10倍，最高相差20倍。也就是说你在西部工作20000块钱，到东部工作同样10年以后，同样的行业，哎，它可能是20万，那么有的甚至是40万，差别非常大。那么正是由于这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在中国咱们的现实情况，这个劳动力的流转是比较多的，比较频繁。好，那么对于一些企业，具体的一些企业来说，哎，他为了留住人才，他愿意出高工资，那么这样的话就反过来就是降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好，我们这里面比方说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比方学机械的，他在上海工作，他原来是湖北的，啊，然后到上海工作。上海工作的时候，工作大概是开给老板给他的薪水是6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到了，比方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啊，这个人他就跟老板提说，老板我要回家，要回家过年。那时间还没到过年呢，比方说那还比方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好，这个时候老板说你是不是要走啊？说你别走了，我给你加薪，加到8000行不行？好，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讲的，哎，如果说雇主发现你有这种想流动的意愿，他又想留你的话，哎，这个时候他愿意付较高的薪水来留你。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